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阿星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漫画小说啊，别再玩了吧。你把我打伤，就不用出国。大家都是想赶快找答案，赶快下定论。然后呢？凭什么都是我们的问题？凭什么我要这样被糟蹋？最好明天哦，就被那个神经病一刀砍死。 当时我没有做的话，是不是也会很不一样？你只要愿意道歉，所有事情我们都可以解决。伤人要偿命，道歉就没事了。你也很后悔吧？应该直接判我死刑。我没有要他的意思的。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变成阿修罗吧，但至少现在我们都还可以选择。